没有开大灯的话呢，就要吃罚单，这是我们最新收到的讯息哦。哎，虽然交通部有表示这是谣言，但怎么苹果拍到这辆凌志座驾，居然一路浓泪盲开在路上？这三宝车主就是。观众朋友晚安，我是阿关陈斐君，欢迎收看五四新观点，我是新观点。嘿、hey, 这三年多前曾不慎撞上骑士的阿关记啊，到现在依旧是个马路三宝，在平面道路没开车灯就算了，连上高架段啊也是一路盲开，其他车主表示怕怕的。哎，能将一路 no lie 开回家也真的服了 you 啊。娱乐动新闻，拜托晚上开车请开灯好吗？巴导。